选手，他就是称霸东西南北的种子，我们是 News。 哎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出生请产的吗？我妈应该是从妈妈的肚子里蹦出来，说医生照顾我，然后就是现在这样吧。那你知道种子它从出生成长都是靠着自己吗？诶，对，种子是靠着一己之力撑开枷锁的外衣，开始进行生命的旅行。它们展现坚强的生命力，克服万难，同时也影响着其他的生物，到最后成长茁壮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但是你们过程中会觉得肚子很饿吧？啊，对耶，我光是今天就吃三个便当耶。哦，那你们知道种子也有便当吗？真的假的？就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其实种子的便当就像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，里面不止有大鱼大肉，但是里面的营养组织就能让它凝聚自己的力量，成长茁壮。那至于还有什么特别的种子呢？以下是我们有关咖啡的专题报道。OK， 首先我想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今天早餐吃了什么？今天早上喝了一杯咖啡，因为昨天做报告做得太晚了。早上干嘛喝吐司配咖啡啊？没有咖啡，我今天怎么有精神站在这里？对，没错，咖啡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叫做咖啡因，它除了它是可以让你们有精神的兴奋剂，但是除了兴奋剂，它还有杀虫剂以及万虫蝇的功能。杀虫剂？那虫蝇？对，其实咖啡在刚发芽的时候，咖啡因扮演着杀虫剂的角色，它可以让刚发芽的幼苗受到保护，不受小虫攻击。等到长大之后，它却扮演着万虫蝇的角色，吸引着授粉的昆虫反复来回传播。以上是关于咖啡因的报道。那你们知道其他植物是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吗？先问你们的问题，你们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咖喱。我也喜欢咖喱耶。是的，咖喱的主要成分就是香料，香料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它独特的香气、它的滋味，还有它多元的功能，使人们为之疯狂。甚至连15世纪的第一大航线都是因为为了要寻找香料而促成的。可是这跟保护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对了，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好了，那咖喱的辣椒素是动物们如果碰触到它们的鼻子、舌头这些敏感的部位，会产生不适的灼热感，使动物不敢再去靠近，不敢去使用。但是却能吸引不怕这些刺激感的鸟类去前往啄食，甚至借由它们将自己去交到全世界。嗯，好。既然吸收了魅力的咖啡漂洋过海，这样的结果令人惊艳。那我们水果是如何呢？我想请问大家，大家知道台湾是水果王国吗？知道。那你们喜欢吃水果吗？喜欢啊，喜欢吃芒果，我喜欢芭乐。那其实你在吃芒果跟芭乐的同时，你们已经中了水果的圈套。其实这都是果肉的脆肉，当你在一口接一口吃着那甜美的果肉时，其实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大种子散布到世界各地。那既然软的果实。软的果实是经过人们吃后才传播出去，那硬的果实又是如何的呢？那这就要讲到共演化。共演化就是一种生物的改变，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生物也跟着受影响。在许多例子中，两者常常会产生互惠的关系。例如，啮齿类动物啃食种子为食，种子既然产生坚硬的外壳呢？你知道为什么要产生坚硬的外壳吗？嗯，可能就保护自己吧，要不然自然不会受到伤害啊。这也是其中一部分，但是它并非完全要防止自己被啃食。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能够让动物能够处理更久，让动物把它们带到远离自己生长的地方，达到传播的效果。那既然除了影响动物之外，还会影响什么啊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其实中世纪有一个很可怕的疾病在欧洲造成了千万人的死亡，那就是黑死病。但是那不是在欧洲所传播的吗？这话说对了一半。其实种子才是改变人类历史的幕后推手。带着病原体的老鼠在啃食谷物之后，将病原放在谷物中，借着人类传播送到欧洲四处，这才是为什么黑死病能在这么短期这么迅速的蔓延。
在生命的旅途中，人类常以武力、军火来取得胜利，欲望称霸整个世界。但是种子却能以温和的方式使自己成长茁壮，甚至影响着其他的生物。卓越生命密码，凌驾其他物种，撼动我们文明，这就是种子的胜利。以上是今日的专题报道，这里是 News， 我们下次再会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你们的表演，不错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刚最后提到黑死病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黑死病发生在现在的话，你觉得会更严重，还是会很容易的被克服？因为当时呢，这个医学没有那么进步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现在的话，应该因为而且网络也比较快速，各国之间的如果先发现那个疫苗的话，就可以先传播到世界各处，所以。应该会很容易就被断绝，但是提到这一点的话，其实五湖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再继续砍伐下去的话，就没有地方种那些植物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生长。对。所以粮食其实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嘛，好，那所以跟这个题目叫种子的胜利，对不对？种子真的有胜利吗？有种子有胜利，因为它是靠着温柔的方式去凌驾着我们。对，我们的胜利是比较属于侵略式的，因为其实你自己如果不愁吃穿的话，然后一直想要扩张领土，那就表示说你的胜利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。但是种子它只是维持自己的它的传，就它想要传播，它想要继续生存、传宗接代。那它的胜利。除了是这一点以外，它影响了其他的生物，例如它的果实就可以让我们吃，就也可以让大家，就影响着大家。所以不止种子，所有的生物都要研发过。透过的它取得胜利。所以其他两位看能不能再补充，比如说你们在看完这本书啦，你们做了什么事情跟种子有关的？其实我在开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把每一个小细节跟每一个小段，我都会做很精致图，让我们更去了解这个东西，然后或者是在继续上网查资料，让我们对种子有更深的了解。那吃完水果吧，种子好好端详一下，然后把它剖开，或者做了哪些事？就把它拿去晒干，就是保存下来这样。什么样子的种子？西瓜。Okay, I'm not sure how much.